电台每周六中午十二点钟六点九三一，我们今天大新会客室邀请到的是我们好久不见许富凯。嗨，小鱼姐，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许富凯。虽然我们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说叫姐姐，但我不是说叫你叫我姐姐。妹妹，你很烦，不要叫姐姐，我们不需要讲礼貌。那我们就是小鱼喽。对 ，OK， 就是小鱼。然后这一次你刚刚想翻白眼，对不对？你想翻白眼齁，那我要爆你的料了。我们好好和好，我们好好相处这一段。对，今天富凯来是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终于暌违两年发行的新专辑，是一张呢跟十位女歌手致敬的台语翻唱专辑，是叫十歌，也是因为因应你出道十周年了，那十周年其实是一个里程碑耶。是耶，就是朋友说哇你正到十年了。对，我说对，回头看一看，哎呦，以前那个怂怂的许富凯哦，到现在算长了还算可以的许富凯。
所以一直蜕变一直蜕变，我觉得其实收获好大哦。嗯，从一刚开始只是懵懵懂懂的知道说，哦好，我要去唱歌，我要去拿100万的奖金，嗯，然后过关啊要发片了，嗯，然后陆续每一年都有自己的作品，对，再来就是遇到了很多的朋友，圈内的一些认识的结交很多人，嗯，对，然后大家真的也都对我很照顾，嗯，你说很多人说哦，你看起来就是一路这样很顺畅啊，我们外人看觉得你就拿了100万，然后就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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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对，那我就觉得就抱持一个心态吧。我爸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很受用，嗯，他说不管今天是谁，我们都还是要一视同仁，嗯嗯，礼貌这一件事情，谦虚这一件事情是永远不能在你身上消失的，嗯，对，有这两个特质，我觉得身边的人老天也都会很喜欢你，会帮忙你，嗯，哎，所以你们家算是家庭教育很成功，哎，可能就是小时候就是跟他们这样子进进出出，因为我爸是生意人嘛，嗯，有时候就还是要去外面工，就是搜秀一下做生意这样子，嗯，所以看在眼里，或许吧，我觉得我的心思是比较细腻的那一种人，嗯 嗯，所以看很多东西就是会看在眼里，然后比如说我常爱讲，我说我今天去，比如说去公厕上厕所好了，嗯 嗯，会有打扫的人员，对，那其实他们在为某一些事情努力着，嗯，我们都还是需要跟他们说声辛苦的，谢谢。对，我觉得当你是一个艺人的状态，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他们会更开心。对，哎呦，嘿，上面两个人，公公谢谢，哎呦，让他开心一整天，何乐不为？对，而且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对我们来说其实无伤大雅，或者也不会，哎，一定要多付出多少时间，或多付出多少精力，一句话就好了。对，对，你讲到公厕，你让我很想问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在比如说外面上厕所？因为我知道男生都是小便斗，对啊，有没有人在你上厕所的时候跟你，哎，徐富凯呢？还没有哦，因为我会选很隐秘的地方哦，对，就是比较不会，就算真的扔出来也是爱你好，对，还是很正常啊，嗯，但他自己也会觉得尴尬搞笑，明明认出来，其实这角落那是徐富凯，对，那也会尴尬，不想不知道怎么可以过去跟他打招呼，要等我洗手再过来，好害羞，要不要过去？这哎，还到我肩这样子，你有没有洗手啊？好了，这是题外话。那今天富凯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一路走来10年的时间，很多人会觉得说，哇，你竟然能够撑10年？因为其实以现在唱片圈来说，要撑10年还能够发实体专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你可以发，而且是张专辑，是做自己想做的专辑。是，对，之前就一年一张嘛，嗯，那这一次就暌违2年出了这张10歌，其实，嗯，一直想很久，那今年也刚好自己就出来成立公司，嗯，然后说好吧，把以前就是想做的事情再重拾回来，嗯嗯嗯，对，可是你知道，因为那么多经典，嗯，到底怎么样去挑出经典中的经典？太难了，好多遗珠哎，欸，对啊，你歌手部分有遗珠吗？都有，一定有的，嗯，每一个环节都有遗珠，所以你应该会有10个1、10个2、10个3，一直到10。一直很想做这样的事情，我希望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自己的品牌。嗯嗯嗯，对，我觉得没有翻唱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反而是还是在学习，嗯，而且也是一个挑战。对，就是对自己的挑战，嗯，对，这些歌手对我来讲，小时候都陪伴我成长，嗯，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在被致敬，嗯，这一个的机会，对，然后这一些歌呢也有在被听到的机会，嗯，你这10位歌手哪一个是你第一个拍板定案的？二姐，不用讲了，就是二姐，哦，因为小时候她的每一张唱片，我几乎里面10首歌，嗯，我至少70%我都知道什么歌。哎，欸，可是这一首并不算是二姐的经典啊，算是她比较近期的作品了耶。很多朋友都说啊，二姐啊，你这关你的奶酸的就好几首。对啊，哦，我觉得几年前吧，就是二姐封麦的演唱会，那时候就叫祝福，嗯，最后一场祝福。那其实我跟二姐某一个特点很像，就是我们很小都出来唱歌。嗯，对，那当他说要封麦，然后想要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反而
好支持他哦。嗯，我就觉得说，对啊，你这一辈子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唱歌，嗯，或是走唱这样子，也该要为自己生活了吧？对。所以我相信他那时候用这种这个祝福这个 slogan， 我觉得他希望就是来的听众朋友可以祝福他，嗯，过他想过的生活。那他也用祝福很多的歌来送给全台湾的朋友们，嗯嗯。所以那时候，虽然他这首歌在专辑里面不是放在第一波主打歌，对，但是我那时候一听到就觉得，哇，好有意境哦。而且你把它放在你专辑第一首歌，哎，对，我觉得他这样，你这样的编排，你第一首歌是祝福嘛，嗯，最后一首歌是山口百惠的歌，我觉得你那很前后呼应，哎，前面先祝福，后面感谢所有的事情。而且我们那时候排完之后，我自己这样看，我说哇，根本这个歌单就在讲人的一生，啊。对啊，对啊，讲人的一生，从祝福到这个世界上受到大家的祝福，嗯，经历过亲情、爱情、友情，对，或是任何的情感，嗯，到最后，人你一定要跟大家说再见，嗯，要说再见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要用什么方式，我还在学习，我也还在想，嗯，因为人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方式说我们再见，对，不然我们排除说自己人为的那一种方式，嗯嗯 嗯， 嗯，对，所以我觉得，活在当下吧，我就活在当下这一件事情一直刺入在我脑海里。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做你想做的，嗯，所以才会有时刻这一张。对，因为真的等了十年的时间，终于可以做到一张是自己里面真的是完完全全自己想做。因为之前有公司，嗯，即使里面会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的音乐，或者是希望音乐的走向啊，专辑的走向啊，但是公司也会有他们的商业考量的部分，或市场考量。但这一张真的自己出来了，全部自己做，可是你应该也会发现，好像那个困难度也蛮高的吧？哦，我其实前公司有他们的立场跟想法，跟我自己现在出来做这张专辑，其实都没有对错这件事情，因为自己出来，你就要自己责任要扛这一些事情。对 对， 对，那我觉得，与其战战兢兢的过，嗯嗯，我不想要这样子，倒不如我就放手去做吧。嗯。不 OK， 那也就算了，也不是说你天会塌下来怎么样。嗯，对，但我觉得身边团队很重要。嗯，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些工作人员们，每一个都跟我很久了。嗯，然后马上沟通，都马上知道。对对，所以我觉得我比较不会有压力去想任何其他的事情，我只要把歌唱好就好了。嗯嗯嗯，对。但是这张专辑我们刚提到致敬嘛，嗯，致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嘛，你还要唱出你自己的味道。哦，讲到这个，我觉得我记得当时我在比赛的时候，嗯，然后有一集特别节目，就是他就是特别节目，嗯嗯，比如说中秋节特别节目，过年特别节目。对，那时候制作单位选了一首歌，嗯，叫做《泡蛙侠二姐》的歌，我相信每个人结婚都一定会在婚礼，我有放这一首歌。对对，那当时我就教这一首歌，我其实会唱，嗯，但是你要抱着什么心态唱，嗯，不知道，好吧，那我就去唱。嗯，唱完之后，小老师那时候也还在当评审，嗯，然后跟我说，我今天在《富凯人》这首歌里面听到他的一个角色，嗯，他就是一个司仪。哇，我那时候听到他说没有错，要去唱女生要去唱男生的歌，男生要唱女生的歌，其实都要抱持着一个第三人称的态度，嗯嗯，一个状态去唱，你才会觉得这首歌会比较成立一点。嗯嗯，对。然后当他讲完的时候，我都说对哦，第三人称，嗯，我其实也没想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什么，你那时候直接想把那首歌唱好而已，唱完。对，司仪我也不知道，哦，是他这样讲出来，我觉得，很有道理哦。嗯，就是你看人家新郎新娘走进来，司仪，对，阿轩啊，对，所以那时候这张专辑我就是抱着第三人称的心态去唱。嗯，我们带点以前这些女前辈的一些柔软度。嗯，那你还是有一些男生的看法。对，其实就很像在疼惜一个女生。嗯，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换位思考去做调整，把它 mix 在一起，其实它就是出来了，它就很成立了。其实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纯情青春梦》这一首歌。是，对对。可是这一首也让我撞墙撞了两天，嗯，因为我是一个录音的，我会把功课做好的人，嗯嗯，因为小文老师其实他也是个很谨慎的人，嗯，那当时我那时候歌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有想法了，嗯，我要怎么编曲，我要怎么做，嗯，好，那我想说人家那么认真，我们当然我要很认真啊，对，那当天我是
差不多录音都录两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要杀掉了。而且我是一定要把一首歌杀掉的。那天录到一个半小时，我还在唱 A 段。第一段的 A 段，我想说怎么那么卡。然后老师在外面也慌了，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说，老师，那我们先暂停一下好了，今天先不要录，先休息。然后录音室那个钱也很贵啦。是不是你休息？不要一直。录音室不是一天算的，是一小时算的。一小时算的啊，所以我说好吧，那我们今天先休息一下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车回家，从那个录音室开车回家，开到中小东路上，想说今天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不是应该要我应该要抓不到那首歌，我抓不到那一首歌，我突然间我不知道怎么唱，然后口气我不知道怎么唱，然后自己准备好的那一些唱法，结果都被打掉，那我觉得人啊，只要你觉得很累，就一定真的要休息，有时候休息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然后呢，隔天呢，我就不再录这一首。我就把全部的其他的歌都录完，再回头来录《寻寻青春梦》。可能这中间过程也听了很多的版本，然后也一直在抓，我要用什么口气，我要用什么心态唱，或许就是悟出了一个道理、然后当天老师听，哎，好像似乎是这样子咯，可以，那就这样，对，后面就很顺利了，很顺，对，所以适时的休息一下是必要的，一定要让自己先稍微跳脱一下，因为你一直困在那个圈圈里面，你会找不到出路，没有错，你反而一直陷进去而已，是，对啊，就是一直在钻牛角尖是不对的，对，好，我们呢就来听一下这一首让许富凯真的是在录音室算是对他来说最艰难的一首歌，幸好最后顺利完成了，还好，好险。青春梦，当你高回家头，我头晕没来走，亲手当山风吹向南方，手着爱自由飞，FM 九三点一电台每周六中午十二点钟的听乐九三一，给你好听音乐，在这里我小鱼，我们今天到的新会客室邀请到的是许富凯。小鱼你好，我们要叫小
小雨姐、哦、你很烦呢、欸、大家好啦我等一下把你麦全部关掉我把你的歌全部从我们系统删掉、欸、不行啊我相信很多听众会很难过的我会被那个你知道堵在电台为什么放许富凯的歌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许富凯的粉丝都是很忠实的粉丝而且都很爱你很爱比如说你的音乐会你的演唱会你的活动他们都会组团一起参加因为有个伴嘛、嗯、我很怕他们组团来堵我不会不会不会他们爱屋及乌可是如果他们来组团堵我我也算是人生有一个成就解锁所以我到底要不要呢好为难哦还是要播好吗那你就不要再加解小鱼你好很过分嘞千交代万交代我的粉丝都说哎、欸、那个小鱼姐哎，你知道公众人物，尤其是知名公众人物，他们所讲的话会被那个粉丝们根深蒂固。对，哦，那个小鱼就是姐，那个小鱼就是姐。没有，小鱼其实是很年轻的。对啊，对啊，而且还是美人鱼。我都被你叫老了。没有啦，没有啦，小鱼啦。对啊，你不要害我被误解，我给你打背回你好不好？出那假嘞，别。谢谢。嗯，好，我们今天呢，富凯跟大家来分享到呢是个人的最新专辑，这张专辑在2020年的年底推出来，是让大家呢也算是收到一个2020年，大家都说它是一个很纷纷扰扰的一年，是一个很不平静的一年。嗯，可是，在年底让大家收到这张专辑，我觉得也是算给大家一个很美的礼物，哎。嗯，蛮好的哎，因为今年真的是有点可怕。嗯，而且我觉得很多的人事物都在身边，有的消失了，对对，然后有的或许不这么好。嗯嗯，对。那2020年对我来讲，其实我收获蛮多的，不管在心境上，或者是说很多的事物上有新的挑战、新的尝试这样子。嗯，其实嗯，我收获很多，但最终这些收获聚集在一起，还是要有自己的作品。嗯嗯，那就是把它全部都是集合在一起，对，就出了十个。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富凯这一路走来，我们刚说十年，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十年是很长的时间。嗯，尤其一个歌手能够在舞台上撑十年，还能够继续发行专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这十年来，你不止唱歌，然后呢，包含之前还有自己的创作，嗯，然后呢，有演戏，还主持，呀呀呀，那是越来越多方发展呢。哇，我就觉得很多事情真的就是来得很突然的。嗯，比如说拍戏，我也从来没想说我会去拍戏，我说我把歌唱好就好了。之前你拍贺岁片，我就哇，许富凯耶。对，贺岁片。对，然后再来就是华视的剧。嗯嗯，对，少林来老人，然后之后接了那个孟婆客栈这出戏。嗯嗯嗯，老天爷就是会无时无刻给你惊喜跟给你挑战。对，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时候会真的想说，哦，我的妈呀，我可以吗？好可怕，我不要再拍戏了啦，好可怕这样子。但是当所有事情结束之后，你再去看，你就觉得哎，好多东西你就懂了。嗯，好多人事物你都知道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子。嗯，哦，那就是自己没有准备好，是准备不够。嗯，对，那有一些美感，我你看我在拍戏的过程，其实我说这四个月孟婆客栈给我的影响很大。嗯，我算是一个新戏剧新人。对，我的前辈有蔡振南大哥，哦，唐美云老师，嗯，等等的其他的这些演员，都前辈中的前辈耶。对，我完全就是一个小白兔，误入丛林进去了啊，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那我上一咖怎么样？下一咖怎么样？不知道。嗯，但是经过这四个月的那个集中训练，而且收获好大。哦，嗯，反而现在你说看 MV。他们说要拍哦，好，因为你知道你这张专辑之前释出两支 MV 吗？有有有有，对，就是雨伞情、吼送啊情，就吼，对，跟祝福。嗯，哇，你知道真的很多人看了之后，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天呐，许富凯根本演技大爆发。我还想说我当拍会不会大家可以接受吗？我觉得很棒哎。真的吗？对，是哦，因为当时那时候拿到剧本，我那时候要跟我经纪人说，我们找其他人演没关系，啊，所以你原本没打算自己下去？我没有想说要自己演啊，那想说找别人演啊。嗯，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办法胜任这件事情。嗯，之后他们说你要自己演才有说服力啊。嗯，我说哦，好啦好啦，然后就自己在家里先揣摩。嗯，把以前那一套就是集中训练那一套再拿出来用这样子。嗯，所以原本规划就是他们是前后故事性的吗？是是是，而且这个故事是那个我的企划想的。哦，
计划想要再跟导演沟通，对，所以就拍出了这样子的作品。你知道其实朋友们，如果说你这两支分开看，因为吼宋亚锦先出来嘛，是，对，你先出来，如果你看，你可能在看前半段到最后那一秒之前，然后你再去看的祝福，你会以为说雨伞情是前面前情提要，可是后来你又看了祝福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后面的交代。对，你知道最后很催泪耶，是哦，对，而且那时候因为你看啊，很特别，因为现在 FB 是不是都会有回顾？对，我们回顾到五年前某一年的那个除夕特别节目，我在那个现场遇到了方欣欣姐，那时候我就跟她说，姐，我一定要找你来拍我的 MV， 然后当我的女主角这样子，然后这样今年我就是孟婆客栈也跟姐一起合作，这四个月当中，我们感情就是变得很深厚这样子，每天都可以手拉着手一起进去拍戏，对，然后感情就变得很要好，然后当时就是他们是说要找一个就是稍长自己几岁的一个姐姐了，我们说那就是方欣欣姐了，没有别人了，那我也忘记五年前那个东西那个事情了，所以回顾跳出来就说哇哦，我还跟传给欣姐说，你看我没有忘记我们的承诺，其实你根本没有记得承诺，是刚好的把你对，然后说我们好巧，因为很多事情不可能一直记着啊，对，我觉得老天就这样安排下来，对，而且跟欣姐拍你就会有安全感，可是你们那么熟，然后里面又那么多感情戏，有笑场吗？还好，欣姐很专业，她不会笑场的人啊。那你呢？因为人家不笑场，我们更要、就是，我们不敢笑，我们更要专业，就是不敢说比别人专业，但是我们至少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些，不能嬉笑怒骂，就是就顶多说啊这等一下我想一下，对，要想办法化解，对，没错，所以。当时拿到脚本，我每天都在想说死劲了啦，我怎么演呐、啊？所以你们的这一段情缘只在那两支 MV 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还会有另外一支 MV 出来。对，那支 MV 也很催泪了。你想着之前那两支 MV 的画面，再听这一首歌，就觉得哇，心更深。天哪，你们一定要这样走催泪路线吗？揪人心路线吗？其实我觉得2020年啊。很多不好的事嘛，那其实我觉得哭不是一件不好的，因为那事实的发泄很重要，宣泄，对对，反而你看了之后心有戚戚焉，看完之后你会更珍惜身边的人，对对，是，因为你永远不晓得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想到会有这个疫情出现，也没有人想到谁一个健健康康的人突然就离开大家，对啊，所以活在当下很重要，对，活在当下，享受当下。我都说啊，因为身边很多朋友的，比如说朋友或是亲人离开，我都跟他们讲，我说难过可以，但只能一下下，他也不希望你难过那么久，日子还是要过，人生还是要走，对，你可以把他放在心里面，适时的想起他，但不能再难过，你要想着他一直在你身边，或者在天上看着你，你要把他还没有过完的人生继续过完，对，你要帮他看遍其他还没看到的人生风景。然后因为像我爷爷过世的时候，我很难过，而且他出殡的那一天是我生日，我就是觉得天哪，我一开始不能释怀，可是后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表示说我在那么多年前我被迎接到这个家里面，是，但是到这么多年之后他被送离开这个家，我觉得那是一个生命的循环，生命的延续，而且他用这个方式一直活在我的生命里面，是，对，我觉得有时候是换个角度，换个心念，你其实整个态度就不一样，对啊，像我外婆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接到死别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外婆的关系，当时我已经出道第一年了，我出道第一年，那我记得就是在生前的时候，他在生前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啊，白娘这寡心哦，爱从阿 K 过来去投，我就记在心里面。但是很多事情就是事与愿违，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对，到了第一年，我出道第一年的时候，他开始已经不认识人了，然后都那叫弥留吧，我想，对。然后到了年底，我发了第一张专辑没多久，就在台北接到说，他走了，天哪！其实有时候我想一想，比如说我姐姐他们有时候上来北部找我，那因为小时候在基隆这个地方是我跟阿嬷很多的回忆的地方，因为舅舅就住在基隆，是，他时时刻刻都有时候会上来看一下舅舅他们，所以我有时候暑假我会在那边待一些时间，然后我姐姐上来，前几年
就开着车带他们去基隆，嗯，去看看走走，是，然后走过以前那个曾经的那个地方，嗯，然后想一想就觉得啊心万空，嗯，然后回去就跟我表姐打电话，嗯，因为我表姐也是都是阿妈带大的嘛，嗯嗯，就打给她，我们两个就在电话里面抱头痛哭，就哭说啊好想哦，怎么会这样子，好想这样，有时候我很开心阿妈也哎，真的没有离开他，有时候会到你梦里来找你。对，你知道我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其实像我不管是我爷爷也好，我奶奶也好，我外公也好，他们都有到我的梦里来过，可是并不是我们所有家人都有梦过他们，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好像特别受到他们，就自己自以为啦，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们特别受到他们的关爱。哦，我记得有一年我入围金曲奖，嗯，我当天要去走星光大道，然后要去参加，嗯，一早起来我就梦到阿嬷，嗯，然后呢我就自己醒了之后，我就自己走在我家的那个落地窗那边看，就看外面，嗯，说要放空一下，嗯，我觉得很开心，在我这么重要的时间刻阿嬷来了，对对，他不管你结果怎么样，但至少他来了，我觉得这个收获比我上台拿奖，更欣慰，你知道吗？对，所以有些人会一直在你心里面不会离开，他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嗯，对。好，我们继续送上歌曲，刚好提到这个红发型嘛，是，对 MV 还没有看的朋友赶快上去，然后呢准备两张卫生纸或手帕，对，最后你可能需要擦一下眼角不小心溢出来的马啾油。对，好，红发型等一等高家雨伞予你拿，一阵雨水是注定，不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旧伴，伊若无心爱牵拖。等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我头是阮的孤单，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感情放雨伞，流外是落雨面，
FM 93.1电台，每周六中午12点钟的深夜93夜门见。那么新会客室邀请到的是发行到了10个专辑的许富凯。耶、2021，大家好，我是许富凯。一路走来10年的时间了，回顾看10年前的自己。回顾看30年前的自己，还是个小孩，小屁孩吧。哎呦，我觉得我的经历很特别啊，跟其他的小朋友比起来。30年前你才3岁耶。啊、哦，好，三十年前到我2020、2021这一、啊，那真的很丰富的人生，很丰富，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一路走来，嗯，太有趣了。以前就是那种过程，天哪，为什么要这样子？嗯，为什么我要去唱歌？为什么我要去比赛？嗯，然后现在看一看，觉得蛮可爱的啊，嗯，而且。哪有人可以像你这样子，原本从不要，抗拒，然后到了，慢慢好像这件事变成你该做的事情。所以你以前是不喜欢参加比赛吗？我好不喜欢。可是你喜欢唱歌。我喜欢唱歌方式就是躲在厕所里面自己唱。哦，开个人演唱会型的。就是那种音，哎，你知道吗？那个浴室就是会有那个对立体环绕环绕音响啊，唱着就啊好爽的。然后隔壁会喊 uncle。也没有啊，还好，隔音太好了啦。对，隔音太好了，所以就也不怎么喜欢上舞台。嗯，然后以前要上舞台，你都会觉得说，前一天都会有压力。嗯，然后等结束之后，你要想说啊，下一场又要来了。嗯，每次都当个循环。嗯，但是我是逆来顺受的小孩，爸爸妈妈怎么安排就怎么走。嗯，对，所以也这样子熬过来了。然后到了电视台比赛。嗯，真的就是一路都过关八片。啊，演唱会哦，这感觉就是不是你原本既定的人生规划，可是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进了，哎。对，而且你知道小时候不都会写那个毕业册吗？对，就是会买那个，就是一片一片，然后给别人对给别人写的。啊，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大家都知道，6年级同学都知道我在学唱歌，嗯，然后他们都在上面写说，最年长的是变成歌手、歌星什么什么的。然后当我回到拿到这个时候，就想说，应该想撕掉吧，想要放进去。哎、欸，那因为我们小时候都会写我的志愿，乱掰的。所以你以前都写什么？小时候我就想要当个医生啊、当个消防员，可以帮助别人啊，当老师。对，就官腔的那一种，很正常，就是小朋友基本上都会写。那如果你现在不当歌手，就是去当那个发型师、剪头发的设计师啊，这一些啊，对啊，就是往。美发这一块去发展，对，因为我高中也是学这个的，但是没有关系，现在继续唱歌，你还是可以帮别人剪头发，就帮自己的亲朋好友剪的，对啊，闲来无事剪个差啊，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要一直去进修的，对，因为没剪会生疏、会生疏，然后那个角度什么，你可能太久没拿，你也忘记怎么拿，对，所以哇，你喝啊，青瓜都喝啊，不要紧啦，就是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会啊，要、不然都给你就好了。不好意思，我们留点专长给别人。当然。对啊。好啦，所以呢，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当歌手，但是这样子，成为了一个歌手，而且成为了一个在歌坛走了10年的歌手。嗯。那在往后期待未来10年呢？哦，昨天有一个主持人问我说，你如果遇到20年后的自己，你会想要跟30岁的自己说些什么话？这样子，我就跟他说，他应该会跟他讲，哇。好辛苦，你终于没想到你可以走到这一步，然后他会跟他说，年轻人你辛苦了，然后你真的很棒，对，只是想想，对，应该是吧，回头看是应该跟自己会讲这些话吧，对，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当艺人啊很光鲜亮丽，但其实真的每一个艺人他们的心里的那一面很难跟大家分享，对，分享了也没有用，因为别人也不懂，大家就只会看到你们就是好好的、你们说我那很辛苦，其实不会有人相信，他说不会啊，我们看你还蛮好的，但其实艺人他们我觉得就是给改零星，对，我们不管多少苦都要放在心里面，我们站上舞台就是要带欢乐给大家，对，因为你知道艺人压力有时候反而比一般常人的压力还要更大， 对，所以你在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考量得很清楚，然后今天如果说今天出了一个小错，你说天哪，不行了，对，你要塌下来了，对，所以艺人没有想象中大家觉得就简单的可以唱歌，
很常遇到这样子，你知道这就是之前有说什么一句会让你暴怒的话，就是用一句话形容一个行业会让人暴怒的话。对，但我都还是会觉得说，其实当歌手某方面你很幸运，你靠着你的声音，你可以去影响别人，其实你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相辅相成的。今天，你有这样子的才能，老天爷眷顾你。你要更，像饱满的稻穗，一样，对待任何事情，你反而更要就是谦虚。我就把谦虚这件事情记在心里面。对，善良这件事也要记在心里面。是，我觉得那是不管环境如何，我们都应该要存在心里面。没有错，没有错。对，那也是爸爸一直提醒你的事情。啊，没有错。对，不管你现在多红，都是要谦虚，要有礼貌。当然一样。对，要保持着你的初心。没错。对，我觉得应该这也是你会想要给你所有粉丝的话吧。哦，没有错，因为但我还是要跟一些所有的粉丝说声不好意思，可能因为有时候工作的时候，我因为需要自己的空间，对，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面面俱到跟每个粉丝说啊，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们我都记在心里面，对，所以有时候要跟他们讲一下不好意思，可能真的有一些时间上要赶车或是什么的，就没办法跟没办法顾及到所有人，对，然后也要注意到你们的安全，所以呢，请你们多包容，对。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抠人的给力。就是有这些粉丝支持，也是很谢谢他们的，要不然你不会撑到十年了。对，因为其实有时候那个撑下去的动力，就是有旁边那么多人在一起支持着你，陪你走下去。对，好，所有的粉丝们，你们今天1月9号嘛，1月9号，对不对？对，台中有签唱会嘛？对，许富凯就要去娱乐你们了。你知道很像那个彩衣娱亲有没有？好可爱。你知道我前几天我经纪人接到一通电话，因为现在我那个官网上面要跟我联系，就直接跟我经纪人联系嘛，所以我的经纪人电话就会留在上面。然后有一个阿伯，然后说他我经纪人就跟我阐述这一件事情，他说他好感动。他说今天有一个电话是07南部的电话，然后就打来，然后是一个阿伯说，你是那个什么什么人哟？我小姐吼，我经纪人姓吴嘛。对，就萌姐，因为我2月20就开演唱会，请问吼，还演唱会时间有偌长啊？万一我有买票，我家己要去你看呢？他想要知道说我要多长，因为他要抓时间回家。对，他说我要家己住在仁武。然后他骑着摩托车要去高铁站坐车，然后北上来看我的演唱会，所以他要把时间抓好。要抓紧，因为他怕他最后一班高铁没赶到。对，然后那时候。他讲，他说啊，你做掉啊，我搞点呐，工厂嘿，怕你暗什么什么的。经纪人跟他说啊，你那不行，我们过一夜这样子。他说不啦，我不习惯在外面过夜，就是要回家。我其实哈，隔天站离阮到足近的，我看到都白足近的高。其实你内心还是会紧张，想说这么晚了。对，这个就是你的收获。一个人，一个阿伯从南部上来，然后要听你的演唱会，然后还要赶车。我觉得你就是怎么讲，你做到这样子你是武汉的，对，撑下去，继续再撑十年，继续唱，而且他70几岁，对，我觉得好感动哦。他为了你骑摩托车自己一个人，然后从高雄搭高铁上来，然后结束还要去高铁站再搭高铁回去，再骑摩托车回家。对，然后我经纪人跟他讲说，可能 uncle 我可能会当天要掉这样子。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我有去就好啊。反正我逐天当初嘛是听伊的歌，足甘心的呢，很温暖呐、啊。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其实，很多南部的粉丝他们都会自己包游览车上来，北部的可能我南部有工作，他们也会包游览车想要去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跟他说，赶快去联络一下我那个高雄的粉丝，找他一起，找他一起，看能不能一起。我觉得安全很重要。对，有个伴。要不然就是靠我爸。哦，你爸当护花使者，护送他，护阿北，对，一起上来，护送他上来。对，我觉得。看演唱会就要开开心心啊。 对， 对啊，要安全为重。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你的粉丝很棒，是他们会自己组成小组，有没有？然后一起行动。而且他蛮可爱的，虽然
他们来追星话题免不了一定会有我、嗯、但是有时候他们会讲说啊家里的状况什么的，嗯嗯嗯，就其实交了更多朋友啦。是啊，对，人家说啊好好可爱哦，嗯，够了，真的很可爱、哦、真的好，人生能够得到这么多，嗯，没错，真的是圆满了，很圆满，很圆满。对，好，对，2月20号小巨蛋有演唱会。 对， 对，那如果说想赶高铁的朋友可能 Uncle 听不到没关系，但是像这个阿贝所说的一样，我有来以后啊，我只做嘛，都会听夜播啊，我只想去现场感受那个氛围、啊。那如果二月二十号没买到票没有关系，我们刚刚提到今天1月9号嘛，台中有签唱会，签唱会，然后高雄也有，也是在明天1月10号，是就是高雄巨蛋馆广场，嗯，下午2点的时间，是，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这3场的这个机会见到许富凯，嗯，然后呢好好欣赏他用音乐传递出来的温暖，谢谢。对，张专辑呢很值得大家好好细细来品尝，翻唱。10位经典女歌手的经典作品，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还有很多遗珠之憾，不管是歌曲部分或者是人的部分、嗯、所以呢接下来应该还是会继续把这些遗珠慢慢的把它再拾起，嗯，再放在专辑里面，是，所以呢是10个20个30个会不会最后变100个？哎呦 ，OK 啊！一张专辑要100首、哦。那我还是要讲，我还是会发新歌。嗯，对对对，因为新歌还是对我来讲很重要。嗯，有新就有旧。对，要同步进行、嗯，让大家听经典，同时也让大家听见新的许富凯。没错。以及经典如何透过你的诠释，让它产生不同的生命跟不同的意义。嗯，对。好，更多的讯息大家可以锁定许富凯的脸书粉丝专页。没错。我们最后。好，他也算是蛮开心一点的曲风，虽然要含着眼泪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不过跳恰恰就开心了吧？爱华裔啊，爱华裔啊，爱华裔啊！哦，我们含泪是因为要跟大家说再见，对啊，舍不得。是啊，你刚故意扎一下挤眼泪是不是？没有。我拿眼药水给你，不用挤那么辛苦。但今天来也是一样，很像心灵鸡汤，分享很多事情，很开心。对，我们欢迎下次继续来，没问题。不管有没有发行新专辑、嗯，都可以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更多你的故事。嗯、我们最后就跟着大家含泪跳恰恰，再见呐、啊！下周六空中再会，拜拜。抱甲安安安，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卖问敢是有人，有人予我失恋。无爱无恨无怨叹，虽然今嘛土甲这凄惨，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我嘛犹原唔惊，唔惊人情冷暖。阮的双手有你牵，站在你的身边，惊予人知影，是感着珠泪跳有恰恰。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因为总有一天，啊，最爱的人，我无情的人，啊，梦啊，空啊，梦梦梦梦，轻轻松松。我甘愿孤单一个人，想来抱你抱甲安安安，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甘是有人，有人予我失恋，无爱无恨无怨叹。虽然今嘛土甲这凄惨，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我嘛犹原唔惊，唔惊人情冷暖。阮的双手有你牵，站在你的身边。无人知影，是扛着珠泪跳有恰恰。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因为总有一天，啊，最爱的人，我无情的人，啊，梦啊空，啊，梦梦梦梦，轻轻松松，我甘愿孤单一个人，站在你的身边。让人在。